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好啊！2月24号就是2.5版本开启了，我们心心念念的八重神子它终于来了，让我看看有多少要当狗的。这里给各位提醒一句，不要忘了预下载哦，到时开池子的时候快人一步。八重神子还有一个40原石的网页小活动，也别忘了参加。进迷游社首页，点击弧形花板就可以了，只需要点进去跟几个特定的人物完成对话就可以得到40原石，大概1分钟的时间。官方在昨天下午放出了神里灵人的例会，看这样子是一位水属性的单手剑角色。不知道和水神行秋比起来如何。顺带一提，神里灵人的 CV 是崩坏三里的奥托，目前的水系战三组 C 里面只有公子，不知道神里灵人的出现会不会改变这个格局呢。不过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，神里灵人的出现大概是要 2.6 版本了。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别忘了用我们的参量质变仪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就请点一个赞吧。当然如果你能点得更久一点的话，我是冰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